我就看大家这样走，我就觉得其实台湾原来台湾其实也是有嘉年华，我觉得这也是台湾的嘉年华的，大家都有这份心啊，就是要付出啊，也是很照顾彼此啊，我觉得其实蛮感觉也蛮感动吧。因为你的中文还蛮流利的，那就是本身是什么职业呢？就老师啊，就在台湾当老师。在台湾三十几年的。三十几年。啊，对 对。然后算是第一次参加、这个。是第一次参加这一次这个马祖绕境的第一次。我还是会推荐我的，不管外国朋友或是本国朋友，会推荐他们可以一起来。你没有办法全程也没关系啊，你一天几个小时或是要过夜都可以，我觉得都蛮值得。问你大哥怎么称呼？可以说黄大哥。黄大哥吗？不是黄，草头黄。黄大哥，这是你第几次走进香的活动？啊，第一次。第一次走，啊、第一次。那怎么会想要来参加这个进香的活动？其实也没有特别想什么，本来是要去爬山呐、啊，可是觉得山都会在那里，这边好像这个活动就比较特别，就想要说趁机会来看一下。算是一年一度的盛会，想要来参与一下这样子。那是第一次、啊，第一次来。对。那你们是从哪里开始出发的？是从高雄。所以你是高雄的旅途。是今天是只有参加今天的行程，没有全程了，没有全程，就是今天早上。今天早上开始走的这样子。对，就到云林了。对。那目前参与的感觉怎么样呢？很值得，很值得，会明年应该会再来吧。明年还会再来？很想，很想来。要跟着妈祖走回那个苗栗吗？应该是没有办法到苗栗，因为今天就是要回高雄，要回高雄，明天要上班了。Okay. 可是觉得还是值得。我就看大家这样走，我就觉得其实台湾原来台湾其实也是有嘉年华，我觉得这也是台湾的嘉年华的。台湾嘉年华的。对啊，我的感觉啊，感觉啊。那大家都有这份心啊，就是要付出啊，也是。很照顾彼此的，我觉得其实蛮感觉也蛮感动吧。那今天是跟朋友一起走吗？就亲戚跟对啊家人对。那我这边想要就是冒昧想要问一下，就是因为你的中文还蛮流利的，那就是本身是什么职业呢？就老师啊，就在台湾当老师。在台湾当老师。对。然后这样已经在台湾生活多久了？在台湾三十几年的。三十几年。啊，对。然后算是第一次参加、这个。是第一次参加这一次这个马祖绕境的第一次。那其他的庙宇的盛会也有参加过？比较少，但是也会啊，但是比较少，但是对，所以蛮值得。我就觉得我还是会推荐我的，不管外国朋友或是本国朋友，会推荐他们可以一起来。你没有办法全程也没关系啊，你一天几个小时或是要过夜都可以，我觉得都蛮值得。OK， 好，因为我们明天也会继续走，那我们希望可以再一次看到大哥的身影。好啊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。
快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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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这个是这样的，希望你们。